哎啦，这个，哪去吧？十五块未？你还讲起来，我记得。到人要搁食干贝，你要食啥？鸡块也可以啦，来。鸡块怎么吃？200了，没有了，200块。鸡块200块，怎么吃？鸡块。200块要吃鸡块哦，200块。鸡块200，刚够要吃鸡块200块。拢有啊、哦，来谢谢，感谢您了啦，哪去吧？再搁送你哦，恁做顶个要搁点菜无？你要做你点来，我来花。好，我来去。200敢够要吃？有啊，100了，试吃看嘛，100块。来100块，咱们试吃100块了，试吃看看100块。100块还有要吃吗？100，要不要来哦？他家没有。100够要吃？没有啊。哦，100敢够咱们啊？拢有啊，吼，谢谢，感谢各位哦，谢谢大家。来，你也收起来了。来，拢我咧叫，虾仔讲起来，我叫后壁包包了。我今麦咧动脚脚啊！我今日要恁足欢喜个咧吼，因为我今日早两箱秘密武器要来互你。等下恁就知影啥物啊吼！有人要食虾卷的无？一瓶两个人加买一只啦，因为我今日拢卖了哦，20条互你哦，唔免300几啊个，100块上面只，20条100，100块就好啊，100块，100块就好啊，最后两个客人100块，最后一个无啊，无啊，你两个尔啦，反正你两个尔，装包，后壁讲个物件，像你想鸡啊吗？我问我来讲。咱趁即马吼，杀杀的咯，啊，吐出了我者，搁我卖两箱物件，我取一波就到结束啊。到人要食鳕鱼的无？这细地这种煎的上好食，吼、哦，唔免500，唔免800。来要食细地，算你先加钱的先个啊。来300上面食300块咯，300块到人要食鳕鱼的300块咯啊。300有人要食算你的无？300。300块到人要食鳕鱼的300好咯。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第一啦，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啦哈。即时话，我今日看第三届啊，第三届啊，我即届一定不要处理啊哈。啊，注意听来，海藻不要放个。海藻我们10盒，10盒啊，十盒嘛，听好啊。我甲取一份，互恁大家欢欢喜喜一下吼。来，10盒甲我摕个，来。这蒜泥细的，这是用煎的啦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来8盒个，8盒落啊，海藻8盒落啊，免摸8盒落啊，取取个啊。刚才即先看5届啊。我要个货啊，来，8盒给我拿去。8盒好吗？来，现在加这个，我给8支去，一支，8支去，我早收送。来，给去。钱你顶下加啊紧的啊，钱拿快一点了吼。我这画第三届，啊，这箱不可能搁下伫遮，我看较好，稍微。无买着卖生气啊，来，搁差一支。阿明，阿文，你迄个啥物啊？血管那个给背了去，我甲吹哦，吹哦，紧绷，我吹哦，吹哦，小包来。啊，你迄个把恁给我整个 OK 去，啊，无给排骨素也是啥，拢好了，医生为啥？咱给五斤啊，我吹吹啊，无时间啦，吹啊凉的啊湿的，我说。钱给啊紧的啊吼，一包五斤够恁吃好啊，安尼啊紧啊。来，再来血管那这个恁吃。这样咧，画唔知要画到画到当时，我啊吹吹啊了紧啊，当作变钱个送啊。啊，无这画来先画吼。啊，趁今日大家拢有出来，啊，咱今日我都做个，咱就是要恁上俗个吼。顶悬只个物件拢免钱，我甲你送下骹迄斤雪梨个钱就好啊。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人个，下骹有一斤个雪梨，一瓶四个，你先加钱先呀。300块落来，300块落来。来，加。加几个？等我食只。加阿信。300块落来。300块落来。300就好了，一瓶4个啊，我先帮你啊。你钱好啊，好啊，你钱好啊。你钱好啊，你等下我拍着我就听到。冇啦，好，不能。好，不能。你惊你买无？最后一个沙发啥物啊？500手来个。还袂走咧？还袂走啊？500搁一个送的。最后一个沙发啥物？一个300，这沙发搁考虑啊？沙发最后一个好无？300块。最后一个客人沙发了，是吧？最后一个，生气啊！这样那个，那些兄弟他们话都赌气啊！咱来吗？加了。最后一个沙发，好上面坐。我坐。谢谢，感谢您支持。头一个买手表去。头一个上给钱赚。你呀，加。你呀。这个啊，这个叽叽叫。再一个。我俩没叽叽叫。这个啊，这两包我你吃了无？爱你吃几啊？那我给块沙发都放。不会吃，我怎么点好吃？三包。
对啊，我们先去。你我这边我吹。你无啊？你有够叫等下者？你有够叫等下者？我有看。到那边就签门啊！这大包金无啊！吼，这用我小罗啊，这几包内底拢包。这我只我一只五六百块的物件，你先给钱先给，四包两百只哦，加门啊，到嘞，啊这感谢你，这包我送你四包了，好未？啊，四包够两百只金宝啊，无四百块加门啊，这上好吃啊，四包够要吃无？嗯，搁招一个人给四百块无？好吃啊！我今日人多济啦，你参加辛苦咩啦？够了，人多济。等下再讲，哎，伊准备好等人。四包搁招一个上面吃四百块啊？这包你爱买啦？几包拢包啊？两包了嘛？来两百块上面吃，两百块试一下看嘛？来两百块。来两百个要吃两百块，两百个要吃无？没有啊，最后三包两包，包在头前搁一个，最后两包两百块，最后两包无买上，两百块无啊，两百块。两百个要吃无？在 YouTube 上面看。拢有啊，谢谢，感谢您哦。下过边啊两个，来嘞，来。有人要吃草蟹无？有人要吃土兔无？草蟹，敢有人要吃草虾？白虾，敢有人要吃白？我知影，我是个白。白甲草蟹，敢有人要吃？你要啥物蟹？白虾去啊！这白虾这一只金盘，这一只内底有三十五只至四十只白蟹哦吼！你饲蟹啊，紧的啊！这一只金盘两个多三斤，每只拢有三十五至四十只，三斤菜只一斤三百，你若过年拢记啊三三三五。这三斤就超过一千啊！我免一千啊！我卖你个价钱，你嘛无啊！先给钱，先给五百了，五百块了，一斤从百几块卖，你免考虑啊！五百了，后壁搁一个，五百块够人要吃白虾，五百搁招一个人客啊无？五百了啊，五百块，谢谢，感谢大哥支持。来五百够要吃白的啦，最后这啦，五百够了，拢有啊吼！谢谢，感谢大家。我爱讲吼，一瓶两个人客搞，要你唔捌买买我白，你试一下看卖，几啊五了，两百。几啊五了啊，两百五，几啊五，谢谢。最后两个几啊五拢无啊，白，啊这你啊白，足甜的。来，拢好食无？最后几啊五全部没有了，两百五上面吃。你先讲无怪，阿袂卖过下啊。最后一个几啊五，人要吃无？白虾。包过，谢谢，阿都无啊。来，物件拢包好啊。本尼来啊。你讲包啥物？我是讲后壁的咧，其他讲啥物拢包啊？来，玉师傅一百个。下家讲过啥物话，那无啊无？陈少华一万了呀，把那个玉师傅一百千块花去。你讲话，你先讲完，然后你把这个花三百几万。什么？虾卷，几只？在这里啊，不好意思，好，我给后边包，不好意思啊。虾卷拿钱的是谁的？来分了，这个可以一百哦，一百块的哈，一百个人可以钱啊不？同样的方位又分配没准备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来，来。来，这里我给后边包包了，这上我这个上少啊，这紧好啊，四个人给搞袂好啊。来，来收着看嘞。我看几个啊？来，四个人客啦。这玉师傅一排，这当个真真的，这免钱啊，用真的好啊。一个人十袋哦，你唔免三包，免几啊？我一瓶两个人客了啊，一百了，一百块。玉师傅一排一百块，一百块了啊。最后两个一百上面吃，最后两个客人一百块，三百点多好啊。最后两个，最后一个一百，最后一个客人一百块，这里啊。啊你，一百敢无？好来来来，你甲去甲看，好袂嘛？歹势，歹势死，我操你！你可以甲看啦哈。感谢，看一包围的，看好看我。感谢，来，来，来，两多。我一直甲看，我歹势。有人要食两多无？食啦，伊嘛买啊。三百两多，拢无啊。来开五百了，台湾的无饲，台湾的哦，无饲的哦。来五百上面吃，三百两多上面吃五百了。五百块上面吃，这一袋卖你五百，两袋卖五百，三袋卖五百，四袋你就买着啦，啊，这你就不来啊。先提钱，这袋卖袂带我来，无钱，赶紧搞出来。这袋过来开五百了，五百块。对啊。来五百，来五百，要吃迄个三百二的哦，带我来无钱的哦，五百了啊，五百块，不是卖你先搞的啊。来五百，搁一个人提上面吃五百块。拢有啊，吼，谢谢。我连多嘛无啊嘞。这几只三百二，不管偌大只，伊价值价值是这连多。来，我来讲哦。黏豆你无买，人给你试吃看嘛。那黏豆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。你敢看这切得偌厚？这一块三百公斤，三百克的大块，两百了。来，你唔捌买过，你买两百块试吃看嘛，两百块了。无甲你算较贵啊，无甲你算较贵啊，试吃看嘛，无要紧啦。两百块了，两百。最后两百上面吃，其他黏豆全部无啊，一百块全部没有了。两百块两百吃哦，来试试，来。
两百个人要来无？最后一个没有了，头前安尼无啊，两栋没有了。阿文、阿玲，再收掉。差不多四季到，你讲人要食牛肉卤甲羊肉卤诶，拢无啊，剩一罐罐，啥物卤？你要啥物卤？羊肉客客阿成，来。羊肉这拢无啊，你先客钱诶，先名，最后一箱啊。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、四百，啥物食？牛肉、牛肉咯，四百落啊。这一包猪肉，我加菜头、加豆皮，一概你调。加什么上好食的菜？冬蛤上赞啊，四百落啊。四百块免吃无？四百块。羊肉卤八块要不要？你要吃啊？你唔敢吃，你要搁要吃啊？八块四百要不要？你要吃，等你人绝对该避免的，讲吃啊，吃好吃，你搞一包。够了，两百了，讲笑呀。来两百。两百块哪要吃啊？两百块试试看看，冇变啊！两百块拢无啊！两百块还有要吃吗？都没有了。最后三包两百块，人冇买无？两百块拢有啊！好，来谢谢，感谢您哦。来，啊，恁到恁个要吃？哎，我只有一包牛肉，哎，够了，要吃牛肉咯。剩一包两百了，剩一包两百块，上面吃牛肉咯。好，不要。大概两包，大概。好，来，我知影，好来，来这黑皮吼，来。你要泡开白酒杯了，多注意听我介绍。想要吃手鱼个，介绍你拢免烦恼。无要吃卖加手哦，想吃的举手吼、哦。来，有人要吃土土鱼个无？土土鱼够人想要吃，有兴趣的手鱼个了。一个，到第二个想要吃土土，两个够第三个无？土土鱼这种煎的就好吃吼、哦。来，来摆了。来要吃土土鱼，你饲起较紧个吼。来，这土土你家去菜市啊碰就好啊，贵死人啊，还无敢做啊。土土敢来贵尔，土土比鲑鱼蟹拢搁较贵个。好啊，你揢一个用看。来，土土五百块，要吃五百块。